来着？1、2、3。教育发展的这一善举，必将对推动我县学前教育发展、增进各民族友谊、促进各民族团结、繁荣民族地区。政府和全县500000父老乡亲向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、来自北京166中学的30名师生表示欢迎。欢迎你到玉树啊，欢迎到玉树老师，欢迎到玉树老师，欢迎到玉树啊，欢迎你们到玉树来。这个小米挺好用的，我都是买。
现在读啥呀？英语课。哎，你好，你咋了？结束。你不会？紧张吗？下一个老师来了。晚上堂了，没有下没有下堂。我们来到这儿
不仅是来传递我们的爱心，并且我们觉得结识了更多的朋友甚至是亲人，然后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将来能再次回到这里，然后帮助这里一起发展，然后让那个窗外的景色变得更加美丽，然后祝愿那个大美青海艺术长青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就想着这么跳了。谢谢艺术的孩子，在他们的眼中有永恒不灭的希望。谢谢文学班的全体成员，我们又一次携手走过一段艰难的旅途，见证了我们的信念。谢谢所有关注艺术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为艺术所做的所有的努力。我替艺术的人民谢谢你们。